个照好不好？哇，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哦，年历出了八年，那第一次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近距离的来分享一下，去看大家在这个年历上最喜欢哪一张照片，或者是这里面的基金会希望跟所有好朋友们分享。好，右手边一点点，左边，好，左手边下方，好，正中间。好，中间上方，好，还有右手边，谢谢。左边，左边。那我们左手边的粉丝也拍一张，好不好？谢谢。好，正中间再看一下。正中间，往左边。好，那个志玲姐姐要往你的右边，因为那边大逆光。好，来，好，来中间再一次。好，谢谢，把麦克风交给林志玲，请志玲姐姐跟现场所有的粉丝，还有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先问个好。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怎么连大家好都这么柔？大家好！是，我觉得今天是第一次哦，志玲姐姐慈善基金会年龄出到了第八本了哦，是第一次要办签名会，对不对？第一次，所以心里还有点忐忑，因为只有偶像才在办签名会啊，所以我说这太危险了，没有人怎么办？所以我们才特别办在金站呐、啊。如果没有你的粉丝这样，所以谢谢朋友来，而且今天早上还飘着小雨，是让我们得到了阳光，谢谢你们，谢谢。好的，而且这一次也要请志玲姐姐来跟我们分享哦，就是第一次这个志玲姐姐此前。哇，我们要看看你姐姐的肺活量啊、哦！如果麦克风断断续续的状况之下，以她的 EQ 如何处理？对，是以前我一直觉得说这件事情一定要低调、低调、低调进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成绩单拿来说。那我觉得陆陆续续，因为很多朋友的帮助，也一定要告诉大家说我们有完成了哪一些事情，是因为你们所改变的。那其中包括了在儿童医疗方面，像这些迟缓儿、脑性麻痹儿童，那我们会给他一些复健器材以外，还有这些学习的课程。那之后也会建立我们自己的早疗中心，也就是在六岁前的黄金周期前，这些小朋友可以到早疗中心去做学。另外呢，还有在这个教育方面。教育方面，我们也有在偏远山区建造宿舍，让小朋友学习的路不会再遥远。那目前已经有四所宿舍的成立了，将来会有更多更多。因为我觉得教育真的是儿童最基本、最基础的开始，希望他们在起跑的时候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起跑点。那还有在一些少女方面。少女与妇女的这些卫生卫教方面，我们都会持续的关心着。因为大家叫我姐姐，我就会觉得说我要以姐姐身份告诉大家什么很基本的，包括像这些有一些少女育幼院，那他们可能需要一些知识，对，那这个我们都会有专业的朋友去告诉大家。是这个志玲姐慈善基金会，我们也特别成立了。从2010年开始到2017年的每一本年历，先让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第一本，对不对？对，第一本在英国拍摄的。我刚刚以为你说很害怕近距离跟大家办签名会的原因是怕大家比一比七年前的你跟现在有没有差别。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比较的，但是我们就接受吧。没有差。对，我觉得林志玲你可以直视一下现场等待已久粉丝们的眼睛好不好，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看的都呆了，就而且你的呼吸好不好，看到林志玲本人还是要呼吸的啦。哦，好，所以这一次呢也希望能够透过年历的方式跟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志玲姐姐慈善基金会我们致力于什么样的儿童教育还有这个早期疗愈的部分。也谢谢现场那么多的媒体朋友，那我们现在先进行店长，然后突然有事。好，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感受到这里面呢有各个不一样的地方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风景。哦，有在西班牙的，有在这个欧洲的，那当然还有在拍花样姐姐的时候到了北极，有许多不一样的特色风景在其中。那也希望朋友们可以感受到2017年的年历，我们有很多的巧思哦在里面呢，可以大家自己选择你最喜欢志玲姐姐的哪一张照片放在对你最重要的那个月份上面。哦，谢谢。这边好，好，谢谢。